可以针对各式各样的族群，包括公司行号，我们客制化他们的 logo， 客制化他们的想要的图腾，来做公司的宣传。就是很浮夸，整个口罩全部都是图案，但其实不会，它都是针对小小的图案上去做，所以我觉得年轻人也蛮能接受的。像我带出去，我朋友就也觉得很可爱，就是也一直问说哪里买的。我们可以针对各式各样的族群，包括公司行号，我们客制化他们的 logo， 客制化他们的想要的图腾，来做公司的宣传还是形象的一个广告设计。因为老男孩子的脸部控制比较差，所以平面口罩很容易跑掉，一直很困难找到适合的口罩，所以我们在网络上面一直看着这款口罩看了3个月。你是昨天晚上就从台北开车下来？对。我们从台北下来，然后买到口罩之后要回到学校，因为老男孩子的脸部控制比较差，所以平面口罩很容易跑掉，然后老男孩子的嘴巴容易打开，舌头容易吐出来，所以平面口罩很容易沾到口水，或者是他们嘴巴一张开，在嘴巴闭上闭起来就吃到口罩了，一直很困难找到适合的口罩，所以我们在网络上面一直看着这款口罩看了3个月。这样子身体有一点健全，但是又这样努力奋力向上，大家都会给他鼓励。